好，那我们谢谢卡斯特七号，感谢他们今天非常卖力的演出，也感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到铁花村，在这个舞台的前方呢有一个赞美箱，大家可以给他们不计任何形式的赞美，或是给他们一些演出上的一些建议，都可以分享给他们，或是分享自己听完这场演唱会的想法都可以。那我们周边呢都还有卖市集，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呢，也很推荐大家在这个面对舞台的后方呢有一个木空间，那个里面有一个展览，就是无牌故事的展览。那这一次呢是一个轮山草山港口部落的一个作物，部落妇女们呢把这个轮山草制作成灯饰，相当的别致，然后有非常的典雅，大家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欣赏一下这个展览。感谢大家，那祝大家那个元宵节快乐，我们一起去买一碗汤圆，又长了一岁，谢谢大家。